家好，我是小庆。那我们刚刚去露营哦，这是我们的第19露，我们选在新竹的可可花园农场。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其他陌生人一起团露，上次是还有认识的人啊，这次是完全陌生的人，觉得有点惶恐，因为我们都太习惯自己单飞了啦。那这个可可花园农场，他们的营主啊非常有心，他们会带小朋友做那个活动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的露营区。然后他们是五帐包区，也只有提供包区。走吧，一起去露营，出发。礼拜六千万不要太晚出门，不然就会像这样一直塞，我觉得我们要塞3个小时。吃点东西吧。这边吧。对啊。好，那边就是云奇。这里。他说要回2次比较好走。最后一段山路了。遇到要会车的话，前后100公尺吧。不会吧？只是没有。这就是个产业道路啊。对啊。不算难道。才刚到了，才刚复原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刚刚那个山路啊是最后一段，有一点陡，就是会这样震震震震震，因为它没有坡，它是山路，然后其他都算还蛮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准备搭帐喽。小山搭好帐了。今天也有另外一帐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帐篷哦，这个人超赞，他刚刚穿鞋子，然后蜜蜂在他的鞋子里面。哥哥来了，下午茶时间，这是我新买的，在虾皮上买的，因为收灯条实在太烦，所以就改用这个灯。这就是今天的布置啦。也是都很空，因为桌椅都拿到旁边的客厅上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蚂蚁搬东西。太阳出来了，好漂亮！好，欢迎来可可花园，我是这里的主人，我是红萝卜。黄队，黄队，黄队，二三，加油！要排9这个数字，看小孩要怎么排。9岁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我们要称妈妈的嘞。阿三是孩子王，大家都要跟他玩。今天吃鸡腿，我也想试试看他这个会不会好。其实有腌过的肉，它也不会黑黑的，蛮厉害的。这个有带鱼皮奶，沙拉。我们吃
是我新买的。众多脑残后面还有这个科字，它可以科名字。臭子的。你手是很长哎、欸，你的头发也太湿了。耶耶耶耶，我要吃完了。耶耶耶，我可以去看电视。这里面增加了好多人。爱上四叶灯，我觉得这亮度 OK 耶。可以耶，感觉整个帐都有照到，而且这个超便宜的，这才300多块而已。冒险时间，小曼，小曼叫小火，找到他的话就 OK 了。然后，好，你帮我称120，谁要帮忙搅拌？他以为现在就要吃，他可能，他刚才说他可能。那你要哪一个？这是培培猪，他很享受，他享受他的蛋糕。机长，培培，怎么求到他了？陈宇飞，你是放屁好臭！吃货自己把食物翻出来。Good morning。你在干嘛？在巴黎铁塔吗？在巴黎铁塔。早餐是软饺的汉汉水饺，它有泡菜猪肉口味，然后还有高丽菜猪肉口味。没关系，你把它咬掉啊。我不喜欢吃肉。啊，菲菲呢？我喜欢肉。我负责，不要摇桌子，好。错边了。需要画眼睛。你们画画课。可以画黄色。赞赞，这是妈妈的蝴蝶，按你的嘞。这是妈妈的。哇，好棒哦！你变掉了，好可爱哦。对。这是妈妈的蝴蝶，还有。今天的云是棉花糖，也好可爱。这边的话呢，可以大概5丈到6丈都不是问题。那我后面的这一区块呢，它就是儿童的游戏区。英叔不想收太多帐，但是他觉得要给孩子们一个玩耍空间。那我是觉得这个观念是真的还不错，大人在上面搭帐，小孩在下面玩，啊，可以看得到，也比较安心。森林婚礼，好酷哦！这2-3年就可以长这么高哎。刚跟银主下去这样逛了一圈这个农地，让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心，而且我认识了好多原本在都市里面不会看到的东西，就觉得哎还蛮酷的。那这一次呢，来这个可可花园农场，我是觉得这个主人真的是非常的用心，不管是营地上面，是他们的活动团康的部分，我是觉得这营地的生态还蛮丰富的。那好在就是晚上就没什么虫了，那但是蚊子是有一点多。
那就这样啦，这是我们第十九路肝脏撤收成功。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要记得赶快订阅我哦。那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新片的通知哦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